隔离的话还是时间还是很多，所以能不回来就不那么常回来，因为真的很浪费时间。当时呢一定还是会增加一点风险，国外现在已经开始走 BA4 跟 BA5 了，所以如果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把 BA4 BA5 引进来的话呢，这是一种很新的状况，有可能还是会增加国内的感染。